好，歌迷们到了四年了，F4今年在江苏卫视的春晚又再度合体，这四个大男孩已经登短了，外形和心态也成熟了不少。当他们在台上演唱歌曲时，有的时候搭肩，有的时候又搂腰，甚至还一度传出不和的言承旭和朱孝天也互相拥抱，上演了温馨的大和解。 走进彩排现场，回味四年的F4真的合体了。熟悉的歌声仿佛让人看到点点星光洒落在四人身上，这一幕不止粉丝，就连 F4自己也盼了好久。开始是听说，但是想说应该又是来一个来闹的吧，因为等到觉得真的要上飞机的时候才。 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。我很怕，我可能如果再等10年的话，我想我们大家都是40头的，就是40多岁了。尽管四人在事业上各有发展，但一合体似乎感觉又回来了，彼此不时搭肩搂腰或给对方一个默契的微笑。彩排的时候有点小感动，二年来的快乐，感谢他们。也愿意跟我一起分享。尽管这是录影，已经是。